那个小尿尿。哎，还是不要吵醒大家好了。可是我想尿尿。哎，起来啦，我要上厕所，陪我去上厕所。小小仙人掌，小海龟上面放卫生纸，电视机。这么晚了，还是不要开电开啦。一些流行的 CD， 放着不同的书籍。我想看一看查查完师傅有没有塞一些新的东西进去。一些书桌、椅子、垃圾桶，什么？垃圾桶里面只有卫生纸。龙的衣柜，秀秀是怎么回事？莫名其妙。欸，他们两个真的睡在这里耶？电子锅，不要乱翻别人的东西比较好。绿色植物，家庭电话，不要乱翻别人的东西。微波炉，洗手槽，整理的很干净的柜面、台面。我发现师傅真的很认真在做事件耶，这边每个事件都有东西哈。微波炉的食品包装，这个是吸尘器。OK， 嗨，睡着了，看起来睡得很香呢。妈哦，妈妈，他们家没有妈妈吗？少君也睡得很香呢。这个是什么？为什么到处都是卫生纸啊？哎，桌上的是咖啡吗？他家也累坏了呢。这个是什么啊？这是出去的地方了。他们家比较小哦。这里应该是厕所。龙的衣服，天，你的那个衣服都是秀秀。洗衣机，来检查的清楚一点哦。洗发精、洗发乳、龙的毛巾，只有一条。龙是自己住吗？好像是哎。莲蓬头，会不会看到奇怪的东西啊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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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好，大概是真的没有。肥皂还有洗发乳。还挺恐怖的齁。厕所，卫生纸，卫生纸，到处都是卫生纸。马桶刷，好，马桶，我要上厕所。我不打开我可以做什么？我可以先存档，对不对？只是提示我要存档了吗？ OK， 我要上厕所。我也只能上厕所啦，我忍干嘛？听起来有点害羞，但是还是这么过去了。上完厕所了，好了，回去吧。要盖起来吧，但是我要盖起来，要洗手。OK， 我们要洗个手，要洗手才是好女孩。哎，不洗手吗？不会出现东西吗？好哦。哇！不要突然大叫！等一下，你真的很恐怖，你长得很恐怖哎，吓死我了，还以为是怪物。这就是第二句，所以说不要把人家看成怪物啊。刚听到厕所有奇怪的声音，所以才来看看的，结果还是不小心吵醒了你吗？抱歉。你要咖啡吗？好，好啊。吓死我了。龙是一个人住啊，是不是该说点什么啊？那个，今天的天气真好呢。刚刚下过雨不是吗？也是吼。龙自己一个人住吗？嗯。那你的爸爸还有妈妈呢？那你的爸爸还有妈妈呢？说错话，当然说错话啦。我爸爸在很小的时候抛下了我，还有我妈妈离开了，后来就一直和妈妈生活在一起。那个时候过得非常辛苦，终于有好转的时候，妈妈她就生病了。因为医药费的关系，她不愿意治疗。等到我有能力工作赚钱的时候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对不起，没关系的啦。我耳朵上面的耳环是妈妈唯一留下来的东西，带着她。就很像是妈妈随时在我身边。地震吗？咦？嘿？啊？发生什么事情？啊！今天工作量好多，终于给你下班了。等一下，是全世界都发生这种事情吗？好的。这里是
阿雷，刚刚明明还在龙家的。存档，时间床底下有东西吗？哇，果然还是有东西，好烦哦。幸好我刚好存档啊，还是要躲在那个地方多久啊？有没有这么恶劣啊？幸好那个不会裂开，一片漆黑。我身上道具还在吗？不见了。看诊记录还在，我刚有注意到右上角有一个小小冰冰的点，我们没有办法拿到吗？我可以推它吗？没有办法。垃圾，我可以出去吗？啊、可以耶。嘿，是龙，嗨，你醒了。这果然是保健室，这里是看起来好像是我们的学校，但感觉又不太一样，电源也都打不开。怎么会突然跑来这个地方啊？其他人呢？不知道，不过好像都不在这个附近的样子。手机也没有信号，可恶！先离开这边再说吧。龙加入了队伍，哦耶！我们这次是两个人呢，赶快离开！可是我刚刚看到有亮亮的东西哦，花瓶。地上那个是血吗？左边是左边是办公室，右边是图书馆。我们先去图书馆看看好了。哦，没有办法，好，我们先离开这里好了。就像龙说的。没有办法离开，锁上嘞，应该还有其他的出口，我们找找看吧。嗯，那个是什么啊？雨伞吗？伞桶？还有其他学生带走的伞？上面那个是血吗？雨伞上面那个是什么？刚刚这边有这个吗？我没有注意到哎。获得了地图？为什么会有地图？我们看一下龙哦，龙他的血量比我们还多哎。他的 HP 有550，而且还有魔力耶，这是什么设定啊？我们看一下地图哦，好、哦，很简单明了呢。右边还有奇怪的涂鸦呢。发电室，一个学校里面有发电室，该有的啊，一定要有。办公室没有办法进去，锁上了。发电室呢？啊，先把这边的电打开好了啦。电脑你会用吗，龙？发电器里面没有东西，我们要想办法打开它，可是没有办法，是不是？放了很多书，皮革椅子，没有办法打开的意思哦。也许可以直接讲，好像要放入什么磁卡，所以没有办法。那我们回去这里，我看到奇怪的东西在上面，这里，你勾得到吗？上面好像有什么东西。垫不上去，不行，拿不到。找找能垫脚的东西吧。我觉得龙可以垫脚啊。哎呀，哦，上去了，拿到了。办公室的钥匙。哎呀，下来。垃圾桶里面还有东西吗？满满的垃圾，没有东西。打电话呢？没有用吗？没有用，没有办法打电话。好，我们去图书馆可以进得去吗？不行，也锁起来了。所以我们要先去办公室，里面看一下有什么东西。使用办公室的钥匙。Hello， 老师，小绿老师也不在。日记要读吗？读一下好了。2月15号，最近的学生们真是越来越不听话了，学习不认真，功课也不做。OK， 这边大概是原本的办公室。看他们怎么办呢？今天的午餐是味噌汤，非常的美味。2月29号。今天看到班上的女学生在走廊上的玩盆栽的土，整个走廊都脏兮兮的。我上前好好责骂他们一番，却被他们说是无趣的老头。真的有这么糟吗？今天午餐也是味噌汤，真高兴。我们就姑且先叫他味噌汤老头好了。3月6号，最近的学生们在流行校园怪谈，我们学校也有，才不相信呢。今天也喝了味噌汤，好喝。4月15号。前几天闪到腰，所以去保健室一趟，好像不小心把理化钥匙忘在……哦，保健室老师跟我说要好好收好，下次去的话找不到他的密码。好，找不到他的密码就在图书室。OK， 所以密码在图书室，化学室的钥匙在保健室。今天的晚餐就喝味噌汤吗 ？OK， 所以我们那个是什么声音？放了很多教科书，满满的垃圾。
OK， 我们知道有一些东西在，可是我们要先想办法进去，想办法进去，那个叫做想办法进去图书馆。刚刚我听到东西碎掉的声音，是什么东西碎掉了吗？宝剑室里面传出来的吗？没有东西啊。这里出来的吗？不是，我们没有办法到二楼去，对不对？可以，这边有楼梯，可以到二楼去。我们到二楼上面去看一下，上面有些什么东西好了。啊，是我，那个是我，而且这边是一张留言，不要太仔细调查教室。Why？ 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要太仔细调查？没有办法搭电梯。我们先去 EA 好了。Hello， 太仔细掉。OK， 柜子里，扫地柜，柜子里，扫地柜，我不能够在柜子里面找到剑。你为什么还一直笑啦？小黑板，小黑板。OK， 没东西。哇！哈！幸好我有存档。是柜子里面都会有吗？对，那个抽屉里面都会有，不会被你吓到了啦。知道你会跑出来就没什么了。好，这里面没有东西，我们去一 B 里面看一下好了。啊，有人？你是？哎，少君？啊，红叶龙？太好了，你没事。我一醒来就在这个地方了，这里好像是。我们的学校又好像不是，楼下大门打不开，我们再找别的出口。门锁起来了也进不去。啊，说到这里，我刚刚捡到一把钥匙。少君把钥匙放入我的手中，得到了啊，图书馆的钥匙，不知道能不能够帮上忙。嗯，绝对有用的。不过少君在这里的话，就代表其他人也在这里。你要快点找到其他人哦，快点走吧。少君加入了队伍，耶、yeah, ！我的队伍越来越长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哦、oh, ，是查查王画的东西，意义不明的涂鸦，黑板，柜子里有东西吗？小巨柜，小巨柜，我还蛮希望你，我还蛮希望里面放着一支剑，那其实还蛮可爱的，男厕跟女厕啊。为什么少君没有大头贴？少君你也太可怜了吧！我们到男厕去看一下好了。我可以到男厕吗？没关系，有两个男生在这里，所以没问题的。小便斗，有人吗？扫具 ，OK， 我们维持打开的状况好了。它会是一直都是打开的吗？检查一下。好、哦，一直都是打开的。查查完在世界里面下了很大的心血呢。到女厕去看看好了，都是血。那警探提供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没有印出后面的人？这是为什么？我刚才没有意识过来哎，我挂掉人，我就知道查查完一定会在镜子里面放一些东西，可惜他没有音效，如果音效的话，应该会吓到我。有东西吗？有东西吗？没有东西，好，我要离开了。右边是理化教室，可是啊，他说，理化教室的钥匙呢，在保健室。保健室的密码呢，在图书馆。可是我已经有图书馆的钥匙，我想先到楼上去看一下，顺便看一下地图。这边总共有几层楼啊？四楼。我们看一下2A、2B， 然后还有男厕跟女厕好了。顺便存个档啊，不是结束，是这里。这边存个档。又到了女厕，这边比较干净，血比较少，没有东西。好，镜子不要多看，反正看也都是闹自己而已。又到了男厕。这是有东西吗？门锁起来哦！我一直很期待有东西蹦出来呢。我们到二 B 教室去看一下好。